欢迎观众收听早起节目《好话会刊》。在接受采访过程中，大雨一直落，不过苏馆长却无愿意停落来，因为真想要国民知影目前情况。欢迎观众集中电脑，类似这种问题吼，无做雨水下水道，啊，怎啊大雨来来啦吼，咱的水沟啊断裂吼，无下水道通排水吼，啊，这个问题嘛不是干那好要定吼，这个经费相当的庞大，啊，这个因为牵涉到我们的公共基础建设吼，其实的话在这个部分相当的缺乏。所以我们也需要中央的话赶快来跟我们协助啊，无论是讲古桥的新建啦或者是包括8.8亿这个经费嘛，马龙分配完啊，第二阶段这个6.6亿的话希望行政院的话赶快注重这个问题啊，立法院紧来通过。基站下水道工程，中央政府并无补助，因此管户拄着了问题。所以说，管理真硬棒，中央第二阶段治水政策会当赶紧过关。和地方民众早日脱离水患，治水不能停哦，治水一定要延续下去。希望中央的话，就8.8亿的第二阶段呢，6.6亿的话，赶快送到立法院赶紧通过这营建署的这个雨水还记得，嘛赶紧有一个相当的渴望，会当来补助地方让咱一件一件会当来完成。我感觉拄着哦，这个那落大雨的问题，就是讲地方其实是政府拢传好啊，咱嘛有这人力，咱嘛这个能力会当来把这工作来处理掉。但是咱就是讲欠一项，就是欠钱尔。所以这经费部分的是需要中央来给咱传来给咱大家手安尼吼。要改善连菜庄饮水问题，需要两项工程同时进行，预估要3100万。记者李明安，创报道。